爱怎么那么难？九指不成原因大揭秘，会影响到生意吗？结婚择日有关，结婚那一天对就定了，真的假的？34了，周遭朋友也都生了，中医西医都做过检查，你们都是 OK 对，所以医生把他列入在不明原因。最近 Q 的好惊悚哦，这一间呢就是他的房间，我们来量量看这个门到底的地方是。我觉得听起来对啊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对于生小孩来说，绝就是没有的意思。不止求资有困难，就连财位也是漏洞百出。因为我看节目啊，就是说门对门不好，我想说一地钱就是挡煞气，所以就挂上去。挂应该是挂，不是挂门板，这个财运才能够真正的兴旺。结婚没多久啊，然后就是会烧水，烧了水之后啊，就一觉到天亮，然后隔天一起来，厨房有一半是黑的，烘碗机、抽油烟机那都已经有点扭曲，都坏了。天哪，这个要花很多钱的，非常哇塞，几十万，几十万。秋子遇到阻碍的陈小姐，精心布局化煞物，却因摆桌位置导致钱财留不住，甚至出现灾害，险些闹出人命。究竟风水团队有办法替她扭转运势吗？啊，哎呦，秋天来了，天凉好个秋，但是就怕秋老虎。还好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，对，就没有那个老秋老虎想要咬你的感觉。我觉得现场只有母老虎吧，是你还是我？应该是我。其实我有时候三太也是个母老虎，太太的情绪啊，有时候真的会随着天气起伏而转变。是，有时候是心里有心事呢，就会影响到心情。像我们今天的委托人啊，他就是因为搬来这里三年，哎呦，然后呢，就是李亚超。米娜超，他一直想要传宗接代，就是因为他先生是独子，是，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完成这心愿，这三年了，一直发斗鸡的瞎弄不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妇产科医师来到现场。罗导啊，不是，那我们是医的医学，不是，是一次搞定啊？不是啦，那我们是，我们请到风水的陈宝仁医师来到现场，欢迎谢仁景老师。哦，对，哎哎，你们两个是有要握手？没有，我就超的。老师没有太久没看到你了，有一种陌生感。对，而且生疏。哎，几成？我看错吗？那些花看起来不像是花店要送去恭贺新喜开市大吉的花耶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附近是怎么了？你管过来啊！你换一个上来。对，你管。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是这里附近有是殡仪馆或葬仪社吗？哦，非常多，非常多。这里呀，几乎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所以这里旁边是殡仪馆的。嗯，那有殡仪馆，当然就有很像葬仪社啊，这些礼仪公司。那因为其实摩金摩吉啊，大家摩金住在也是对啊，附近也是大家安居乐业，住得很开心。只是不免会有点担心，如果是附近有住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设施的话，是会不会影响到风水？是。请老师来帮我。其实一般来说的话，必须这样讲，你直接看它这一块地的这个环境啊，大环境是一条河流，它其实这一条河非常的。对，非常的漂亮，是因为它整个弯一个外环，而很明显就在环的内侧，叫玉带环腰。是。然后我们的委托人刚好他的方向也是面向这个方向，所以是好的。哦，非常好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紧邻着周边就紧邻的宾馆，还有可能很多的类似的庙宇，庙宇啊，对。那其实基本上来说，它好是非常的好，但相对的话，如果它能够。工作上是从事相关性的行业的话，其实更能够赚到大家钱。好，那是工作上面嘛，就做这相关的行业，就这样讲。但是会不会他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声誉的问题？其实不会耶，不会哦。因为我们必须讲太感动哦。对，没有，还没没关系哦。一般来说会影响到声誉哦。观众朋友，其实呢，不外乎第一个就是八字嘛。第一个，你八字命格里头有没有小孩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跟结婚择日有关。他会直接冲到母腹，或者是冲到胎儿。你说从结婚那一天，对，就定了。对，就是。真的假的？那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找委托人当那个研究一下，对，看看他的八字，是还有他家的风水有没有有点影响。是外在是没有，大家就没有影响他的声誉。对对，所以我们就要往里面去看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陈宝仁医师走，对，陈小姐。今天的委托人陈小姐面临迟迟无法怀孕，渐渐步入高龄产妇的困境，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。今天就请来风水团队看看，究竟是居家风水出了什么问题呢？
明明有我的声音，你干嘛在小姐？哎呦，你把心碎呀爸！哎呦，太年轻了。请问你18了吗？好，我已经过30了。啊，过30了。你怎么样看不出来嘞？我想说，一个看起来像妹妹的女生，怎么会跟我们说她想生小孩？想说在急什么？结果哦，那过30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，这样子。34了，最高龄产妇了。因为老公算独子，周遭朋友也都生了，好姐妹啊、闺蜜啊、亲朋好友、兄弟姐妹，大家都剩我了，所以只有一所以你会有一点同侪压力，然后先生独子的压力，对，公公婆婆会给你压力吗？其实公公婆婆不会给压力，他们很好，但我觉得越好我压力越大，是，这是一定的，就是自己很要求，会很紧张嘛，哈，希望赶快有小孩，然后现在又刚好34，因为你们其实结婚3年也算还好啊。对，但因为可能比较晚结婚，就30岁才结婚，对，要羊膜穿刺，那这块也是有点害怕。然后跟那个医学的报道，确实真的是高龄产妇会有一些风险，那可能会造成 baby 的一些比较不健康。嗯，我觉得这都是纳入考量了，会有点担心，就会有点担心。那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，想要赶快怀孕这样？嗯，好多哦，就是中医、西医都做过，那西医的话我们还做了2家，那但是男女都做，然后都是正常的，都没有异状这样。是，那检查你们都是 OK 吗？对，所以医生把它列入在说不明原因。那好可怕，不明原因这4个字。胸部好惊悚哦，他已经做那么多努力，中西医都看了，是啊，然后也检查都很正常啊，对，那倒有可能出现在什么问题？是，一般来说我们提到就是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嘛，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八字上面怀孕的部分会受影响，第二个讲运的时候呢，会提到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结婚的当天有没有冲到比如说胎儿、母腹或什么，然后第三个你要看他的气色，气色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气色代表身体的气血调息，嗯，那如果你气血非常的那个的话，很容易受孕。那我们一一来检视好了，就先从大家最容易看得到，可能是他的气色的问题，就是他看起来容光焕发，皮肤又好，对啊，美迈呀，赞啦，高锥呢，是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就胳膊都如，胳膊黑眼圈，你怎么在盯幸福的？就是讲这个病真的，关个水气血又赞，一起狂在闭阴暗啊，旺夫。我们一般来说会先检查，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右眼，好，你的右眼的位置有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卧蚕的地方，嗯，好，有没有出现斑或者是痣，你以你的右眼的眼睛的正下方做标准，嗯，这个位置如果有痣的话，其实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在怀孕的时候怀男胎出现问题，怀吗？怀男生的时候，男生对，就会出现问题，会出现问题。嗯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它再稍微往偏旁边偏大概15度左右吧，有看到一个斑吗？那个斑基本上跟我们怀孕怀女生会有影响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它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有些人他的怀孕的这个是这样，每个人八字不同，有的是先怀男生再生女孩，是，有的是先生女生再生男孩。那他如果在这个位置，在第一胎上面就受到阻碍的时候，在受孕就比较不容易。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，以右眼眼睛里的右眼卧蚕正中间如果出现痣，怀男生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右边在15度以后就是女生，好，怀女生会出现问题。老师，那如果对哦，我觉得意思说，既然右眼的眼周这些痣好像都是不好的，那如果我们用医美或者是各种方式把它去除掉，那影响还是会在吗？首先在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有的人的话，他这问题应该是非常的严重，那么他就会去掉之后，隔没有多久又跑出来，去掉又跑出来，去掉又跑出来，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征兆。但是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观众朋友其实问题很小，他只要去掉之后，但就不会再出现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眼睛的部分，那是哪些部分也可以看出就是跟生小孩有关联？好，是第二个部分要看什么？看人中的深浅哦。人中，对对对，深浅，对，深比较好，浅比较好。其实一般来说深比较好。深吗？对啊。对对对。你蛮明显，那这样是深还浅？我是深还浅，我好像有一点浅，看不太出来。它是前面浅，那是后面深。浅的其实也代表胆子小。第二个，这个其实代表女生的这个妇科的部分，
所以它越深表示它的妇科越健康，越容易受孕。那所以我前面深，前面浅，后面深。那我深浅都有哎。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可能早期的时候会比较妇科较无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我越来越好。其实现在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老师你够准的。我少年的时阵，人家妇科我够白。但是我不要会差不多25岁就放开了。妇科拢好啊。哎，这个真的。那我们看，对，阿丽莲，你看一下陈小姐。啊，陈小姐。哎呦，她很浅哟。对，它非常浅。那一般来说，它其实代表妇科上的问题。最后一项，观众朋友要注意哈，眉毛会影响到生育。眉毛，对。我们一般看到眉毛，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它的眉毛我看得出来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浅长哎，对，型很好看啊。它有眉毛哦。一般来说，观众朋友注意哈，眉毛越稀少，子女越少。对，它其实它的眉毛算起来头尾都还算平均，是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它在先天本身的表面上，在这一点是不受影响的。所以我们可能要从它的风水上面，好，或者是我们刚才讲，也许它的八字上面去着手来看看。那我们就慢慢一样一样来，好啊，帮你解决。陈小姐一看就是我们的忠实观众，嘿，是，看看她的财位，哇，对。就我看老师说就是要左右手啊，那我想说，哎，这边刚好是直角，然后这边有左右逢源，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有布，因为就在这边放了那个是老公去指南宫求的那个金鸡母法，然后是也布局了这个开运竹，开运竹丢，然后发财开货车，然后跟发财树啊，是发财树，对，然后还有老师也说财位尽量要明亮，所以我们这边也布局了一盏灯。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关的，而且还有这个供米啊，供酒是不是？那是啊，我是放水耶，就只是开水。对，然后你看前面还有那个五帝钱，五帝钱。我下面还有发财水，还有发财水，金山球对不对？哦，那个财神庙球的，对，真的是用心经营。你说你觉得几份？75。我觉得你。怎么会这样讲呢？你太小看你自己，至少有100分，至少100分，最多就100分吗？我们满分是1000分。哦，那你100、100、100，对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很棒。我觉得他已经超厉害了，请给分。我直接给分吗？你给分再可以再来讲。哦，可以，应该满分是几分？就100分嘛。好，好，我觉得100分，你觉得几分？70分。你找，不要！你还说你有减肥？有，你有比较瘦？有，我还是拉不动。因为原来更胖。老师，你这样子才70分，你好好解释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财位，应该是以大门进来的斜对角45度所谓的明财位为准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一个问题，从这里开始进去那个地方，它是没有做阻隔的。对，是直接通到里面房间的，所以第一个它明财位它本身并没有先聚起来，对，那所以它其实是落在一个其次的位置，这个是首先，对，首先我们先给他讲，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先扣掉30分的原因，因为我常常提到就是说，如果他前面这个柜子不是做直的去做阻隔，而是转了一个90度角，面向我的方向，第一个首先他进来斜45度角。就先挡住了，如果直接这样接的话是最好的，对啊，他就直接先全部接起来了，改变你的财直接都在，对，这是位置上包起来，没办法，因为 对，那其他的就都很 OK。 其他我觉得首先有一个部分，当然我们首先五帝钱，五帝钱摆放其实应该是照顺治他心中的乾隆家庆，但是第二个部分他应该是全部是正面向上，上面观众朋友看他上面有写什么康熙乾隆顺治嘉庆，顺治，对对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字面的时候，你看得懂的字，它是正面。哦，你反过来是你看不懂的字，你反过来看看。反过来我也看得懂了。哎呦，那你就厉害了。哦，对，反过来我还真看不懂。应该是一致的嘛？对啊，正面。对，一致的。好，那这样气场才整个提升。但是排法一定要，排法要。
一定要用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，因为它是照顺序排列。从哪个方丈？那从基本上应该是从左手到右手，要从它的位置往外看。哦，左的位置。对对对对，由左往右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。对，那它其实刚好就是第一个是正反面，第二个是反的。对，全反的，全反的，所以这一区也这样，然后重新再调整。其实他放水跟米这个是对的，因为一般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家里头有放金鸡的话，第一个呢要记得鸡的头朝外，鸡的屁股要朝内。你说它蛋往里面，然后头往外面嘛？这你是这，可是它可是这个方向往里面是说往墙壁，可是它的头就不会朝门外啊。所以它最好的方位置应该是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明财位。如果他把现在的柜子稍微转九十度角，他这个鸡一定是头朝外，然后蛋下在里面。那个柜子是钉死的吧？对，目前是钉死的。那如果你那个沙发把它那个拿掉的话，然后布局一下，就是用个屏风遮起来，然后这个移到那里就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哦，那很棒，那这个分数完全就不一样。天哪，我变聪明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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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对。你有觉得就是说放在这里财运上面有影响到吗？破财有哎，像我上班都骑电动车到捷运站停放，那一台也不便宜，大概要28000。可是我有保险，我保那个失窃险，对。然后在有一天就下班的时候就不见了，啊，就被偷了，真的失窃，就失窃。还好你有保险啊，保险公司会赔吧？是啊，对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赶快去联络，对，就一联络一查，然后流程这样跑下来。过期，而且只过期一天，它回推是12小时。这么倒霉，过期一天，12个小时而已。对，往回推那日夜，它是其实大概12小时，但讲是讲一天。对，而且那天我还真的是要带条码去缴款，因为它现在那个保险公司会前2周会他会通知你，对，会通知你该缴款。那因为那一阵子刚好工作比较忙，但我一直有放在心上，所以我是放在那个工作的包包上。那要去缴钱的时候就啊被偷了美虎，真假美虎就真啊。对啊，是啊，够苦啊，再见功倍富啊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买一些股票也是真要下单，可能接到公司可能接到公司电话要处理一些事情，就一忙回过头就啊，也时间也过了那交易时间，可是隔2天后看会您又涨了。对，就是那个低点就没了。那我这种比较斤斤计较，我一定喜欢低点，所以它高了一下啊，然后他就一直眼睁睁看到啪啪啪啪啪，然后觉得啊，本来应该是我的，结果就对啊，常常有这样，所以我真的都已经要那个 enter 下去了，然后可能忙别的事，就觉得跟我擦身而过是很多。进门45度角，明财位空洞，导致不聚财，建议将书柜转向，并摆放金鸡引财。而财位布局五帝前摆放错误，应正面朝上，并依照五帝顺位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，由金鸡的龙边至虎边摆放。其实要讲到破财哦，他们家里头风水上面还有很多破财的这个风水，还有很多啊。满屋漏财恶煞，靠自制开运物逆转。化煞物摆错位置，酿破财之灾显生命。因为我看节目啊，就是说门对门不好，我想说五帝钱就是挡煞气，所以就把它挂上去。挂应该是挂，不是挂门板，这个财运才能够真正的兴旺。结婚没多久啊，然后就是会烧水，烧了水之后啊，就一觉到天亮，然后隔天一起来，厨房有一半是黑的，跟碗巾、抽油烟机那都已经有点扭曲坏了。天哪，这个要花很多钱的，非常哇塞，几十万。其实要讲到破财哦，他们家里头风水上面还有很多破财的这个风水，还有很多啊，公司在布局成这样，还这么多破财的啊。对啊，因为这只是第一关，那我们往后面看还有其他的问题。那不会有18关吧？好紧张哦！那我们进来提哦，快一个帮他补啦哦。所以这里出现了下一个关卡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有漏财吗？那首先你没有发现吗？前面大门进来，它几乎是直接就开。
到啊，哎呦，开门见帅，嗯，有，他就是怎样爱花钱享乐，对，享乐，他是别人来吃他的，大家拢看看了了，啊，看在差不多存偌济，拢礼拜一直甲开，一直甲借，嗯，系。然后基本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聚财的方面来说会受到一些影响，那当然基本上如果在台面上你会看到有一个部分就是聚宝盆，嗯，这个聚宝盆还蛮特别的，好酷哦，里面有金算盘了，对啊，就有这几枚金算盘，我甚至还有放入拜的钱币，哎呦，在底下吗？在这里，所以它是会动的，是不是？杜拜的钱币，对，里面是黄水晶。哦，哇！我想说杜拜比较有钱，然后刚好有去杜拜，然后哎呦，哇塞，这个啊，算盘，算盘，哎呦，然后金银财宝，哇，然后是黄水晶，嗯，然后这个古代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如意，如意，然后跟这个，而且就放在这餐桌上，每天要吃饭，看到这些金银财宝，哦，天哪，会霸起来，哦，人家的财源滚滚而来，哦，提莫吉隆富起来，怎么会布局这么好？老师竟然说它是一个漏财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因为你把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聚宝盆放在进门最明显的餐桌上面。餐桌本来就是我们讲说家里头一起吃饭，一般的你的比如说隔壁邻居啊朋友亲戚到门口来，可能跟你哎，请问一下你怎么就是跟你聊个天，就一眼看到你的桌上可能鸡鸭鱼肉，或者是只有这个什么咸蛋啊这个萝卜啊，那就一眼看得出来你的这个口袋头深还是浅。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怎么样放置这个所谓的聚宝盆。哦，所以它放的位置是不好，但是聚宝盆本身是 OK 没站稳的，对对，里面都是招财的东西。那我可以请可以帮我看一下一般聚宝盆。好，老师要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标准的聚宝盆的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聚宝盆顶呢，哈，对，以前的人喜欢用顶，那么来做聚宝盆。第二个话呢，哈，通常你会准备一个红包袋或者是宝贝袋，都可以。好熟悉啊，这不是公公在用，公公在用的。它里面对，它里面要写上什么？家里头在赚钱，比如说观众朋友可能先生啦、太太啦，啊，有谁在赚钱？你会把他的资料写在里面。有在赚的都可以写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他没在赚的。其实主要因为要让家里头人在财运各方面能够更好，嗯，所以他会帮写在里头。写有在赚的，对，他在花的因为不要写。可是在画的那个未来也会赚啊，好，然后你把它放在整个的最下方之后呢，照理来说我们要用这个所谓的五色的水晶，像水晶。那我们在做第一个聚宝盆的时候有需要看时间吗？时间的话一般来说观众朋友会选一个比较好的日子，比如说第一个今天是什么什么都大吉啊，你不会选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诸事不宜或什么的，是，所以可以看一下农民历，然后选红字的那一天，对，是就可以做这个聚宝盆了，对对对。那第二个每一天会有吉时，那你要看看那个吉时大概在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中间，所以要看日子也要看时间，对。那观众朋友首先要记得哈，倒进去的第一个呢，哈，应该是这个所谓的黄色，黄色是代表中央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啊，中勾陈，勾陈的颜色就是以黄色为主，左手边代表东方甲乙啊甲乙木，所以基本上来说是应该用绿色这些。左手边对，黄色代表偏财，绿色代表正财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应该是倒在左手边的位置。哦，重点是它是圆形的，它不是转来转去就。方向不一样，我们先这个它是一个程序，所以你照程序来，后面那些就可以不用。好，那么相对的西方叫做庚辛金，金的颜色是以白色做代表，红色，好，对，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用白色或者透明水晶，嗯，好，两种颜色来做代表。对，白色的部分呢会放在右手边开始倒进去，当然你有可能它会跑来跑去会带掉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对。那么放下去之后，再来就是我们知道前方哈，前方古代叫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，朱的颜色代表红色，红色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红色的它有可能是兔毛水晶或者是其他的水晶，嗯，当然也有观众朋友他用紫水晶来代替，可以，哦，对，紫水晶也可以，也可以，那么它会放在前方的这个位置，对。最后一个呢就是黑色，黑色代表水，我们古代人是这样。最后一个什么？
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，玄武基本上代表水的颜色，所以我们要在后面这一段。那当然基本上这个倒进来之后它就等于各方里面都聚集。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如果它有这张，它很特别哦。这张是什么？这一张呢，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中间它是有个像舌头一样凸出来的，一个山水画的感觉。对，是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是一个龙穴图。那一般来说，像舌头这个位置就是龙穴所在位置。那它呢？下面还写了井，井应该是你吧？对对对，井是你哦。井井井井，哎，对，也是嘞。所以你想么叫井啊？对，锦锦小锦锦哦，有有哦，你有感觉？有有有。所以这一张是你专门为大家设计打造成是龙穴就在家里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幸运符哦，是。那这个要放哪里啊？其实最后的时候的就会把它放在上面，对，放在上方。那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呢，当然你要说要不要把它立起来，立起来其实我是不会这么放，因为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把它隐藏在家里的这个所谓的财库，那或者是在云财位上面，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家运方面说，第一个有镇宅，是那么的提升的一个这个功能，那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财运才能够真正的兴旺，就是不能看到那个餐桌了，对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现在小家庭在家，我觉得财位做起来比较重要啊，对，就是把这个真正你要就是要引财气的这个招财做好，招财做好，对，蛮重要的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关，哪里有什么？对不对？要注意的地方，地上。好，我地钱啊。对啊，你会常常挂这哦？啊，你为什么要挂这？因为我有看节目啊，就是说是门对门不好，然后还有对，然后大门又穿堂的感觉。所以想说有点穿堂煞，然后这个我想说五帝钱就是挡煞气，也是网络有查询一些资讯，所以就把它挂上去。基本上这样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首先第一个问题，那么既然他希望他这个气场能够到这边终止，这个地方就要他放的位置就应该是不动的位置。那因为它这个这样子门会开开关关的，那所以我们一般挂应该是挂门板，不是挂门板。挂在门的最上面，你艺术墙那的。对对对对。每次你挂你在刚刚那地方的右。虽然你门板的话，如果你挂上也好，不用你本来就是想要把它切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门板一定会习惯性的把它推到底，因为你方便。第二个问题就在于三门通，你会发现前面这个落地窗是在这里，是中间厨房门在这里，是后面有一个后正看正后方正对的，就是后门出去。这是非常多的老公寓都是一定会有的一些通病，对，三门大概都是这样的。对啊，第一个前门通后门，它是穿堂，然后第二个三门通主漏财，这两个都是在风水上面比较影响比较大，漏财的风水。还好你的厨房有门。对。但是它有这个就算是门吗？这个分数我也会给他至少几分。就是这样，你看你都几只都看得那么清楚，对呀，很漏财的吧？对对。有吗？你刚刚有你有漏财的漏财吗？有啊，就是还蛮大漏的，就是像刚进来新婚没多久啊，然后就是会烧水啊，想说晚上烧，因为睡觉之后起床太凉了就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最佳时间就是睡前。睡前烧。那殊不知睡前也是睡意最浓厚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比较天兵，就是烧了水之后啊，我就进房间滑手机，就睡着了。对，就一觉到天亮。这么好睡，你到底有多累？你就一觉到天亮，那水呢？怎么办？带滴吧。你是那种完全没滴滴滴的吗？刚好那个水壶，因为它好像盖只要盖好才会有滴，它没有滴，因为它滴其实很大声，都听得到，所以我很放心就是房间。然后隔天一起来。就是天崩地裂啊！为什么？整个厨房有一半是黑的，所以它水壶烧起来吗？对，它整个都干烧。烧，那幸好它有一个那个断电功能，不然我们就亡命鸳鸯了，才新婚，应该会上新闻。Oh my god！ 那个系统柜啊，三 C 东西都坏，所以不得不换，因为烘碗机、抽油烟机那都已经有点扭曲坏了。天哪，这个要花很多钱了。非常。哇塞，几十万，几十万，就一个烧水几十万没有了，超级。破财之灾差点生命，如何防漏聚财有诀窍？
门框宽度不吉利，恐怖字眼暗示不孕。这一间呢，就是他的房间。这个门跟一般的门看起来不一样，变窄。后来就是特别定做，是一般的尺寸大部分都是量好的，宽度是极致嘛。我们来量量看，它这个改过之后，这个门是不是在红字这个范围里头？好，你看到到底的地方是丝绢，听起来对呀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对于生小孩来说，这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哎呦。那个断电功能，后来我们就亡命鸳鸯了，才新婚，应该会上新闻。Oh my god！ 系统柜啊，三 C 东西都坏，所以不得不换，因为烘完机、抽油烟机那都已经有点扭曲坏了。天哪，这个要花很多钱的，非常哇塞，几十万，几十万，就一个烧水几十万没有了，超级破啊！那你哦，好几年一次就大花了多少钱装个饮水机？而且老公也不一定可怕，而且老公也不一定要喝那种新鲜的水。如果要花那几十万，我宁可这个你那个耳公啊，妹，老婆你们要辛苦。对呀、啊，我的一点不干净的水我都喝。这个水真的好贵、喔，好贵哦、喔。对，所以要注意啊！啊，这头盖当然要看清楚。我因阿五戏迷爱我，我觉得是先防煞气化解啊！你看他漏财漏成这样，各种方式在漏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先化煞，对，化煞。首先第一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上面这个五帝钱啊，有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人家的开光？处理或加持过。刚回我买的时候，那个卖家有给我开光证明。哦哦，现在有附开光证明哦。对。其实基本上我跟大家分析哈，因为通常所谓的开光哈，是不是用开光证明，这个不敢给你保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呢，从头到尾，第一个它是印刷品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是要正确的方法，是应该要检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发明画的东西。你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朱砂哦，反正就看有没有朱砂就对。对啊，所以你如果正面没有，背面没有，然后只是一张这个，我很难跟你保证说它是真的开光，不确定啦，对，不确定要看，所以看有没有朱砂比较准。是，对，那所以老师我问一下哦，如果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开光，上面又没有朱砂，对，那我要去哪里开光？其实一般来说哈，通常有时候是有些老师会正式帮你开光，有时候有些观众朋友就不方便嘛，那我的行。或因为某一些关系我不太适合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拿到寺庙去顺时钟，好，那么绕三圈，好，代表天宫，那个天宫哦，对，神明前面的天宫炉，那么你顺时钟绕三圈，要告诉神明我的家住哪里，遇到什么情况，那什么问题，希望他能够帮忙解决。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他其实呢，因为跟我们的信仰又不同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拿着它到你信仰的神明面前，好，当然不管是信仰的或什么，在他面前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，现在遇到什么状况，因为我希望家里能够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，那希望这个好，不管是主也好，神也好，好能够帮助。对对对对对。厨房和后阳台有门对门问题，且从大门、厨房门到后阳台门形成三门通的穿堂煞，皆为落财格局。且化煞物五帝钱摆放位置错误，建议放在不可移动的门槛上。好，现在要旁边看，因为这边就化解， okay、这个化解完就没问题了嘛。对。那接下来最重要是他的房间，对不对？还有他最担心的一些问题，希望都可以在那边得到。好，可以求子，哦，现在主卧门口了，是，对，那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老师觉得这里不妙，不妙，对，不妙，哎，超不妙了，而且对这个求子，哇，好像会有影响，有影响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在于，因为前面这个房间是我们委托人，他想要设计成小孩房，未来的小孩房子是房间，对，好。那这一间呢，就是他的房间。因为首先第一个，那既然他是小孩房，那是不是我就要看看这个两个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首先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门跟一般的门看起来不一样？第一个，它有没有变窄？第二个，有没有拉高？有。哦，拉好高哦。对。我们一般去人家的房子，大概标准就是高一点点吧。所以你们家是比较挑高，是不是？怎么天花板那么高啊？对啊。
也没有，应该是本来这边的设计是那种老房子，它上面会有那种玻璃的一个设计，两级古早的房子。哦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，上面有气窗。哎，对，所以它分开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先生觉得那样很老派，所以就把它改掉。对，就把它打掉，但是他就只想把它打掉，没有说用再用板子把它封起来。对，所以这个门就是变成也是后来就是特别定做的，是它特别长、提高这样比较高。那因为它的尺寸比较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发现一般的尺寸大部分都是良好的，所以呢比如说宽度是极致嘛，高度是极致，但是我们来量量看它这个改过之后，这个门是不是在红字这个范围。好，比如说回头我可以进来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以正常以门板的位置，好，来这边，那么拉到这边，你看一下哦，它的高度上面，好，比如说有没有大概平的位置？那么推进去到底的地方，你看到底的地方是什么字？哇塞，什么字？四绝。有没有？四绝。分架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老师听起来很对啊，看起来好可怕。一个呢，有一个死在前面。对啊，因为一个呢是我们讲说比较危险的，好，那当然就是表示说家里头可能会有一些状况。血光吗？对，或者是就会比较没有嘛。对啊，就会，所以才会绝啊。第二个呢，对于生小孩来说，绝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哎呦，那在这个部分来说，我想。这个门板是因为当初是为什么会改成这样？只是为了把那个老派的设计打掉。那因为没有这么合适的门，所以重新做。那这个因为打掉之后，好像这个门槛呢，因为门是特制的，所以那个边框就也不需要了，就是请木工帮我们一起修拆掉。对啊，所以它的尺寸可能就不是外面公版的尺寸。哎，怎么那么恐怖的巧合啊？真的啊，对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真的。对，它原本会有门框。会有红字，可是他现在把它全拆掉以后，也会受到影响。然后你发现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。既然这一边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回屯水的房间，对面是子女的房间。是。你首先站过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两边的门其实是没有对齐的？对，有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对。所以你这边的门是切到他的门进来，那边的门是切到你的门进来，对不对？互切。对。那各位朋友知道，我们门对门最大的问题，最怕什么？互切。口舌。对。互切好像比口舌更严重。对。门对门已经会有影响，但是互切影响更大。更大？你是不是平常也在吃黑白切？对，再吃一点饿。懂不懂啊？互切好可怕哦。互切就是对两边都会有伤害。对。然后第三个问题，你发现这个一旦它是比较突出，那个门特别过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面的梁柱它特别从中间门中间穿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对，等于小孩的房间有这个穿心煞。小孩房格局犯大忌，求子之路注定坎坷。然后第三个问题，你发现这个一旦它是比较突出，那个门特别过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面的梁柱它特别从中间门中间穿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对，等于小孩的房间有这个穿心煞。所以你在生小孩部分就会出现垂心肝。所以你也做明星呗，所以你想要一直怀孕，可是都没有办法。就是这个煞气啊，穿心煞，那感觉这个这边这个煞气是其实是对他影响最大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化解，因为毕竟你住在这个环境嘛，那它是不是影响哪些部分？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是所谓的相不单论。我不是因为这样量的是死绝它一定不好，那我有没有还有其他的问题？有，你发现门贴门，对，就发现小孩房间刚好穿心煞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处理？暂时我不改门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在门的，比如说左右，
可以悬挂着水的五帝钱。嗯，左右挂，他已经有挂，他在门上面挂耶。哦，你要看他挂一左一右，不是挂在门板上。哦，你看他门板平常的时候，你一定是门打开嘛，不会每间门关起来。嗯，所以你打开的时候，全部都移到旁边去，并没有去化解到这个。所以它是挂里面的。哦，对，挂里面门板就可以。门板。对，它第二个部分，因为它横的也是。嗯，哦。所以照理来说，我可能在上面或地上贴上水的五帝钱，也可以化解这个宽度的，也是这个不好的一个影响。上面五帝钱，下面五帝钱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于，穿心煞是最大的问题。对。穿心煞观众朋友，记得化解的方式，正常应该是在门内。跟门外各悬挂一支钱财八卦，门内门外。对，那问题在于它门外已经整个包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只能够在房间里头那个梁柱的最前面跟最后面，就是那一个角落。对对对对对，各挂一个，各挂对看的。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。他们要对看哦，对看哦，不能一个看。你要买好多画煞哦，我都买好多。好这么多啊！房东西可以解决的，就是算简单。有啊，那看看你房间里面还有没有要改的地方。好，来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最喜欢了解的那一部分。嗯，那你结婚三年了，有些闲事。还是现在都是按表操课，因为什么事都是对，现在比较按表操课，因为求职啊，所以已经没有那些情趣都没有了。是，所以老公就是他是工作压力很大嘛？嗯，对，近期都蛮大的，因为他那个做什么？他是业务资讯类的业务，那可能压力也来自于我觉得啦，公司主管可能有一点。对，因为公司主管可能要求比较完美啊，嗯，对啊，那但是又卡在我们现在刚好要升职啊，所以那个节奏啊什么的，就是请主管可以放我们一马吧，让我们求职成功，再来好好配合公事，谢谢。哇塞啦，超迷啊，超对啊，啊这不法度啊，就是啊，不过不要紧，这找方法。对啦，慢慢改变一下。如果说这样一次都是不成功，可能就换另外一种方法。首先，第一个我们应该问问看，我们委托人他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布局。嗯，有什么做什么床饰上吗？对，因为我有看老师节目啊，就是说有要放五色豆啊。哦，因为我目前手上没有五色豆，我就自己灵光想一下，想说，哎，那石谷米会不会可以代替？所以我就放了石谷米，因为想说颜色很多，然后我感觉米也是种子之类播种这样，我自己想的啦，所以我就放了这个。然后健康哦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好运棉啊，就是闺蜜啊姐妹给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两样布局 ，OK 吗？首先第一个，我想好运棉这个部分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在于，所谓的五色豆哈，古代的人是认为麒麟送子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真的是五色豆的话，应该是在麒麟的肚子里头。好，所以观众朋友应该买的这个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种子放到它里面哦，因为古代的人认为说，孔子在他的妈妈生他以前，梦见一只麒麟来吐出一本这个所谓玉雕刻的书，所以后来就生下很有名的这个孔子。好，那当然最重要五色豆来说的话，指的是红豆、绿豆，比如说白豆、黑豆跟黄豆，那。五色种子除了代表东西南北方五路五方，好聚集在这个位置以外，那么刚才提到，因为古代叫种子嘛，好，那也代表说有种子就有希望，所以为什么用种子来做代替？但是石谷米其实不好，可以时顺利，鼓肚子鼓。讲不听吗？石谷米也可以吧。他常常有时候他打的比较算是比较精一点点的，所以他有很多胚芽都打掉了。所以其实你要想，当米把外面把里面的那一层打掉的时候，它是不会再发芽。哦。所以你放的这个东西是不会再发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观众朋友没办法再长。是。对。對，主要就没有那个含义。对对对对。对。所以观众朋友呢，如果真的有对于这个生小孩的部分，第一个我会建议摆放这个所谓的麒麟。嗯。那么你可以放五色豆，那么朝由外。朝内朝的方向，表示把小孩子送进来。第二个部分，镜子，我觉得镜子是一个问题哦。镜子，有点镜照床嘞。镜子照床容易让床上病人情绪容易紧张，容易起伏。那多少难免会对你们会有一些影响。
响。嗯，所以对于怀孕方面来说，也会是一个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压力的产生。嗯，好，不用的时候，你事实上你可以把它转向。好，比如说没有，这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。那如果他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单面的话，你可以往上，往上就不要往床上就可以。嗯，对。然后是小问题。哦，还有一个部分，观众朋友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石榴石，它里面的那个颜色就跟石榴的颜色很像。嗯，那其实呢，古代的人是这样，如果观众朋友你真的是因为人体就体质不好，没办法怀孕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先放在肚脐下方三根指头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就是子宫的位置，它基本上可以让你这边的这个功能做一些改善。说石榴石它多大颗？石榴石一般来说它可能像手珠手链这么大。嗯，它有比较小一点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贴在这里。你说就只要贴在肚子下面这边，用透气胶带贴就可以。贴多久？通常如果它真的是体质问题的话，4个月啊，你大概贴4个月左右就改戴在手上。出国的时候过海关会会有非常跟这个鼻子都突突的，想说你的体你装什么喷嚏在那？什么石榴石？那如果第二种是本来体质就很好，就说我好像找不出原因，你就直接戴在手上，对于怀孕方面会很大的加分。嗯，那你这个试试看嘛，因为这个一个方法。对啊，就是也没有任何损失，也没有侵入性。对啊，就是挂了一个提醒自己，想给自己一些好运，然后石骨蜜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所以还是要用麒麟放这个五色豆，对对，希望种子赶快发芽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就祝福陈家瑶顺利哦，也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